真的很开心啊！好，这个鲜花锦簇啊，就在这个烤日子的感觉，对不对啊？马上这个，现在是12月初了，对不对？马上就是这个圣诞节了，提前祝各位圣诞快乐了啊！谢谢各位，掌声鼓励一下。然后那个今天呢，真的是很开心啊，这么开心情况下呢，各位想点歌，想听什么歌，想听什么歌唱什么歌，好不好？来，你说。什么叫唱你爸爸什么？你看人家，什么歌？拿捂脸是要吐还是怎么了啊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刚才这位那个烧糊涂了，然后呢要听喜欢发。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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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那个各位的要求就是上帝，对不对？上帝要求能不能不答应吗？对不对？是可以不答应，但是我今天一定要答应。那么这首歌叫做《喜欢发》，献给我的一生。 有几个这个签名照片谁要啊？太好了，那么知道这个签名照片呢是很容易的，只需要回答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，全中国有这么多的夜店，各位晚上都要去哪儿啊？太好了啊，那么欢迎一下，好了，谢谢，好了，好，那么第二个问题是这样，全世界，全世界。
有这么多的酒，各位如果喝，喝什么呀？全世界有这么多的艺人，比如樊登、刘德华，还有樊登，还有刘德华，那么还有我，各位喜欢谁呀？不要骗我，你们很喜欢樊登，对不对？但是没有关系，我这个人就是身体好，肾好，所以说呢，这个献给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谢谢各位。哎呦，我又说了，好的，哟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嚯，这跟耶稣似的，哎，我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幸会，幸会啊，哎呀。别歇着啊，然后那个马上上面这首歌呢，跟各位非常开心的，这首歌叫做《我们能不能不分手》，各位会唱吗？哦，你们都会唱，太好了，很。哦，你也要哈？你一个女孩不要分手的话，都两把要是吧？来啊！好，那么这首歌呢，就是那个到时候一边唱一边给啊，咱们所有朋友们一起来回望一下这首歌，一起唱一遍啊，一二三，我们能不能？太好了，这首歌献给我们能不能不分手？来，你来吧，来。